不要放在心上啦。我没有， yeah. 我只是觉得说，就是不该因为这样子的人，然后去批评运动员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去替运动员发声。就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但是我没有很在意。手机视讯直接表态，射箭好手谭雅婷64强止步，被网络酸民出征表现不佳，她不忍了，隔空呛酸民们：如果真的很厉害，请站出来示范什么叫做真正的奥运金牌。如果没办法办到，请把嘴巴和你的手管理好，不要用键盘还有舆论去伤害人。强硬回呛酸民，毕竟代表国家出去比赛，没有一位选手想要输。你应该是心理素质非常健康，没有问题的。新竹市长林智坚隔空给予肯定支持，当下也承诺等射箭选手们返台，找机会大家聚一聚餐。奥运国际赛事有输有赢，同样被出征，在网路掀起抨击批判的还有网球姐妹花。詹永然姐妹两人携手挑战冬奥，爆冷门首战就出局。PTT 上不乏起底过去世大运的争议、网球资源分配问题，各式各样的 P 图酸言酸语。沉默4天，詹氏姐妹花首度发声明。詹永然相信谣言止于智者，但可惜无法成真，是时候站出来为相信他的人说话。目前奥运的比赛还在进行中，日后再对外说明。而妹妹詹浩琴坦言冬奥不理想，心情无法平复，还在慢慢调试中。对于网络上各种揣测谩骂，极力收集相关的证据，事情真相不像网络讲的那样。姐妹两个人各自发文，冬奥一战选手不论战绩，面对网友直白的批判，满肚子苦水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